我坐起咧，阮现在较无平哦，较少。来，各位，我们让一条走道好不好？谢谢哈。好，过来坐。走道，谢谢。五月四日良辰，民族进步党党主席蔡英文女士率领民族进步党党各局人员一起莅临大凤凰宫。各位媒体朋友啊，那今天啊，真的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我们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的地标，也就是在我们大龙峒的这个保安宫哈。那对我来讲，在台北生台北长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的所在哈。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保安宫，在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董事会，尤其是董事长的领导下，可以保存得这么好，尤其是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给予一个大奖，那么来肯定我们保安宫的主事者对保安宫的文化保存的这种努力哈。那这个不仅是一个文化宗教资产的保存，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这种艺术文化的保存。那么不论是宗教的仪式也好，或者是这个阵头，或者是这个戏曲的保存，都是在我们保安宫的保存的这种范围之内哈。那我们非常感谢，就是保安宫的董事长廖董事长，还有我们保安宫的董事会，在这么多年来能够替台北、替台湾保存下来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重要的资产哈。所以我们今天来，一方面向保生大帝，也就是大道公祈求能够保障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另一方面也向我们的董事长致敬，就是在我们台北市留下这么好的地标，给台湾留下这么好的文化资产，谢谢。主席，因为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其实苏院长也是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点哦宣布，那最近其实还蛮多人我觉得不需要过度解读了，如果我参选台北市，我会在这里宣布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标，那也是我们也很希望任何的政治的参选人都愿意来，也祈求我们保生大帝的保佑。主席，请。所以你这一次主席选总统你会不会你是权力将军吗？现在还要再思考一下。不会了，因为蔡主席跟我以前就是旧事了嘛，所以我也很高兴他来参选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主席，那个四川省长蒋菊峰前两天来访问台湾，然后被这个流亡在台湾的藏人团体抗议啊。就主席认为，像这样人权记录有问题的中国官员进到台湾来的时候，需不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考量或做法？我觉得这个要分两层来看了哈。第一层就是昨天我们人权团体的抗议哦，那么召开记者会的场所被取消哈，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不安哦，也很不妥哦。这是台湾的人权、台湾的这种言论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觉得很不妥，也让我们觉得很不安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来台的访问的人哈，我们也都欢迎哈。但是我们对于人权记录不好的这一些来台访问的人士啊，那我们会加以特别的关注。主要就是那个就蔡常委的事情，之前那应该有一段时间啊。那因为这个好像这你那天去拜会院长的时候，苏院长也讲说这个他立委提名都没有参与。那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有到这么不愉快，讲说你把它当空气这样，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啊是过去的事了哈，那我们的发言人也解释过了哈，那我也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哈，我们在处理内部的事务上面的时候啊，我们都力求就是说我们内部能够平衡哈，那也力求我们内部可以有团结的共识哈。那内部的这种决策的过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在理性而且能够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来讨论。主席，他们现在就是觉得说这个九人小组好像都没有苏系的成员在里面，好像那天苏院长当面也有跟你提过这件事。这个事情啊，实在真的不方便做这个说明了哈。但是我相信这一方面的考虑我们已经都考虑进去了，也做了平衡了。主席，再请问一下，那关于说前总统陈水扁的人马目前都已经进入这个您的竞选团队当中，那外界也有一些质疑，那您这边有做些什么？我不晓得是什么这样的质疑了哈。那我们在执政时期培养的人才哦，本来就是党的这个公共的资产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的党务的过程中，或者是我们的将来的很多的选举，甚至于过去的选举哈，那党长期培养的人才哈，我们都有利用的，或者是我们有借重的可能性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执政过程中有很多的参与政府的人哈，那被司法调查，但是这些司法调查哈，在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的底下，我们不能够说这一些被司法调查人就是有罪，或者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那我要再一次的强调，这些我们在过去培养出来的人才哈，那我们也应该给他们适当发挥的机会。主席，你之前是不是已经私底下去找过李前总统跟林益雄前主席啊？啊，对啊，我们党内的大佬我大概都有去拜访过。那这些大佬给您什么样的意见吗？总是鼓励嘛哈。那如果需要协助的地方，他们都会提供协助。好，谢谢。好，谢谢哦。谢谢。董事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谢谢。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蔡英文。